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哥，刚刚在这看韩剧，简直都看不下去了。看看我们家窗外怎么了？大型烟花秀，不要错过啊！看看它放了多久。挺有钱的，啊，今天晚上全是这么放的，还有。我以为这么猛烈的烟花爆竹应该是在大年三十儿和初一才会放的，我没想到今天初五竟然放得这么猛。那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，明天初六了，大家是不是都要上班了？然后买的这个烟花没放完呀？你看，现在窗户外面又开始放。但是后来呀，我发现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没放完，因为正月初五。称之为破五，这个说是有一个穷娘娘，然后在这天那个放炮呢，能把这个穷娘娘给送走。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破除的意思，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会不让扫地呀、倒垃圾呀、什么动针线什么的吧？啊，这个破的意思就是破除了禁忌。这个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年就差不多过完了啊，就可以像过年之前一样，该干什么干什么了。那第三呢？啊，有的说是把这个过年用的厨余垃圾啊什么的可以倒掉了，这个是一个泼污的意思啊，就是把脏东西啊扔出去。但是现在我觉得在市区根本就不可能，谁家会把垃圾留下，等到初五再倒啊？那还有第四个，传说嘛，这是就是。算是破除自己一个不好的习惯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啊，破而后立嘛，就是树立一个良好的习惯。那以上四点，你们觉得哪一点比较贴切呀？我觉得大家放的肯定是第一个事儿，因为大家已经度过了一年多的疫情，现在最需要的肯定是想要赚钱。那你们还知不知道有什么？跟初五有关的传言和习俗呀。好啦，我是杨哥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，把你们知道的关于初五的习俗啊、传言呀、传说呀，评论到我的评论区吧，拜拜。